上次我用全金属打造的墓碑 3.0 成功抵挡住了女朋友对城堡的进攻，还把女朋友的金刚剃刀给直接干碎了。结果女朋友贼心不死，看到城堡日益强大，又来替彤彤报仇来了。我的妈，居然也做了个墓碑。不是大哥，这体型差距也太大了吧。不过我可是纯金属的，你个破塑料的拿啥跟我打。准备迎战，是时候来发炸裂的开场了。妈妈加油。我的妈，女朋友的墓碑也太稳了吧。我的妈，基地的墙直接干碎。偷袭，第一次见偷袭把自己打飞的。我的妈，直接干飞，直接给我贴的都干鼓掌了，这完全就是台陆地坦克，围墙跟一张纸一样脆，直接撞烂。无语了，铁的都给我撞变形了，你才是铁的吧？还好提前转移了，不然房子都全完了。